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组第六轮嘅赛事。今日嘅辩题系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应试处世。呢个系甲方嘅辩题，乙方系儒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应试处世。决赛双方为甲方加诺萨书院。乙方圣公会吕明才中学。有一个介绍双方的辩员，甲方主辩徐万嘉。第一副辩黄允薇。第二副辩林乐思。结辩林乐晴。乙方主辩余尚希。第一副辩林卓轩。第二副辩孙海玲。结辩关子浩。我哋好高兴邀请到三位嘅评判为今场嘅赛事评分，佢哋分别系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麦青兰小姐、星士提反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周文林老师，同埋我保良局赛计有学校辩论队助教朱家焕先生，我会担任埋呢一场嘅主席。请问各位有冇问题？如果冇嘅话，比赛正式开始。呢一场嘅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同埋结辩六个环节，发言嘅时间系4:34。喺粤方嘅喺粤方主辩发言之后，双方会各有一次台上发问嘅机会。台上发问完成之后，由甲方一副继续发言。等粤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会进行台下发问嘅环节。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嘅机会，完成之后就会进入结辩嘅环节。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之外，每一次的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响的叮提示，叮够钟就会有两叮，叮叮超时15秒就会连叮数下，叮叮叮叮叮。由于是网赛的关系，在叮的同时会用手指作出提示，一叮会用一只手指，两叮就会两只，连响数叮就会举起五只。请各位辩论员留意荧幕，因为由于网赛的关系，有时叮的声音是会被辩论员发言的声音盖过了，又或者食了的，所以辩论员有责任留意主席作出的提示，除非主席在作出提示的时候没有举清楚手指，又或者没有叮到。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如果冇嘅话，而家先请甲方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试麦，试麦，听得清楚嘅，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道家嘅道德经指出，道法自然，提升顺其自然嘅处事态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赖石山指出，道家强调阶级关系，引致阶级较高嘅人会压迫阶级较低嘅人。河东书院会馆部主任韩东向则表示，儒家思想追求功成名就、建功立业。我方唔否认两种思想流传至今一定有佢嘅优点，但今日辩题讨论嘅系何者更适合香港青少年，因此衡量辩题就要比较何者更能解决现今青少年面对嘅问题。我方论点有二：第一，儒家压力大，道家享受生命。教育评论员郑楚红指出，香港家长价值观单一，普遍认为做医生、律师、投身商界先可以赚到钱。而香港基督教服务总主任曾远基指出，青少年开始感到社会同家人对佢嘅期望而产生压力。根据浸信会外群社会服务处嘅调查指出，在7500位學生當中，有過半數出現抑鬱症狀，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社會價值觀單一，缺乏自由成長空間。而儒家思想講求建功立業，如果青少年跟從儒家思想，追求考到好大學，揾到份賺錢安穩的好工，壓力繼續越來越大，毫無益處。相反，老子中指出，
名與身屬親，身與貨屬多。提倡人不要被名利和錢財控制，做決定的時候不要以利益為前提。如果青少年不跟從道家思想，不跟從社會的價值觀而選擇工作，是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就能減輕因他人的期望而產生壓力。可見儒家思想追求功成名就，令青少年壓力更大，而道家思想令青少年不受錢財所影響，減輕壓力。第二，儒家思想奉行階級，道家獨立思考。青少年期間要作出很多不同的決定，例如是揀科、揀大學、揀工等等，但香港家長喜歡幫你做完決定。2011年城市大學的研究顯示，香港的家長普遍會使用獨裁的管教方式。2016年青少年個人問卷調查訪問了538位青少年，發現有七成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想將自己的興趣發展為職業，但家長不認同。如果青少年學習儒家思想，就跟從階級較低的人服從階級較高的人，盲目地接受他人的意見。甚至老子文化協會會長曹鴻輝指出，亦是凡中孔子要求周禮抱有疑問的儒心，以接受禮制思想教化，隔除叛逆之心。反映在儒家思想下，就算青少年被階級上位者提出不合理的意見，只會盲目遵從，亦會在有疑問的時候選擇教化，慢慢地只會引致青少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懂得思考對錯，作出選擇。相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學科學會副教授黃小騰指出，《道德經》中道可道非常道，是指社會上的價值觀不會永恆不變，亦都不一定是正確，鼓勵青少年思考究竟什麼時候的價值觀是對還是錯，令青少年有獨立思考能力，懂得判斷後再作決定。可見青少年儒家思想令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而道家思想能夠令青少年家人再做決定。總括而言，道家思想更能解決香港青少年面對的問題，更適合香港青少年處世應事。最後想問有方同學，難道青少年就懂得服從，壓力越來越大，就是最適合他們的狀態？多謝各位。甲方主辩的发言时间是3分49秒，无超时，无需扣分。现在有请乙方的主辩发言，准备好可以向主席示意。是咪？是咪？听得清楚的。可以。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對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理解其實是非常籠統的，他們忽略了即使同屬儒家和道家，理念相同，但不同人的主張都是會有衝突或者差異，例如青少年受孟子的性善論或者孫子的性惡論影響，待人接物就會很不同了。而有方同學所說的道家亦都是一樣，老子主張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庄子就很少作出这些的价值判断，方向上都已经有不少的出入，所以不同人的思想是不应该被强行整合，而是应该逐一讨论比较。儒家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是由孔子去奠基和整理，后来历经了不同的时代出现相应的改变，例如宋明理学就加入了佛道的思想，现代的新儒家就加入了西方的思想，但核心的观念例如四端和五伦都是源于先秦的儒家。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下，我方会选择比较先秦儒家和道家思想，先在主辩的位置用孔子，再在副辩的位置用孟子、孙子和道家的老子、庄子做比较，分析何者更适合青少年处事应世。而根据联合国的定义，青少年的年龄是介乎13至19岁之间，有别于其他的年龄层。香港教育局就提出青少年独有的发展特色，包括与不同年龄的人建立关系，接纳自己，学习和准备就业，培养独立，建立价值和道德观念，培养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以及准备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而我方今日衡量辩题的标准就在于儒家能否比道家更有效协助青少年达到以上目标，有能力应付不同的世事。而我方赞成辩题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发展良性的朋辈关系。青少年由于思想还未发展成熟，容易受身边的朋友所影响，因此良好的朋辈关系对建立正确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在结交朋友和相处方面都提出过不同的主张，例如《论语贵士篇》就提到要结交正直、诚实、见多识广的益友，避免结交阿谀奉承、巧言善辩的损友，为青少年确立交友标准。孔子又提过朋友切切私私等做法，认为朋友间应该以道义事业相勉励，彼此互信，甚至要互相规劝，令朋辈的关系更加维持长久和亲密。相反，庄子就讲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君子之交淡如水，相对是不重视这个朋辈关系。所以对比起孔子，庄子并不大力提倡有道，亦都不鼓励朋辈关系维持长久亲密。青少年透过朋友而建立到正确的价值道德观的难度亦都会随之提高。第二是增强公民意识。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识薄弱，甚少参与去公共事务，主动回归社会，培养不到对社会负责的行为。《礼记》提到，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地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青少年作为公民亦都不例外，他们一样有对社会的身份认同和责任。而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社会要证明每人都有自己相应的责任，鼓励香港青少年培养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例如了解时事、做义工等。然而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顺应自然规律去发展，例如无为而治，道德经更加提到无为，人民就会自然教化好政，会自然富足无欲，会自然朴素，对社会贡献无乜要求，自然不会令青少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不利他们建立应有的公民身份和鼓励他们对社会负责。多谢各位。冰冰，粤方主言时间为四分钟，无超时，无需扣分。跟住是台上发问的环节，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员向粤方的主辩提问，发问时间一分钟，粤方主辩准备时间一分钟，回答一分钟。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丁的提示，之后由粤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员向甲方主辩提问，发言时间同上。双方都向对方提问一次和回答一次之后，就会返返去甲方一副的环节。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请评判注意，在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留意填写的次序，特别是反方的分子，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现在我们有请甲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作台上发问，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青少年需要过滤很多不同的资讯。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都指出，做学问第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如果没有独立的思考，不去质疑那些所谓的原理定理，就做不出新的东西。想问有方同学，承不承认香港青少年需要独立思考能力？多谢各位。粤方主辩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叮咪是咪，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系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同学对我们的提问，他就问我们承不承认呢青少年是需要独立的思考，但其实有方同学你有没有听清楚呢？我们七大的发展方向都有讲过要培养独立的，所以我们是承认青少年是需要独立思考的。
但其实呢，有方同学呢，你从来冇比较过道家定系儒家更加适合青少年去发展佢嘅独立思考呢？多谢各位。而家有请粤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在台上发问。是咪？是咪？听得清楚嘅，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评判在两位，大家好。啱先咧，由方同学嘅开辩，我系接受好强烈嘅阶级思想啦。但系咧，孟子就曾经讲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咧就系要将亲人嘅爱推而广之到社会上嘅其他人。当中里面咧，其实都系人会在意佢哋系咩阶级啦，或者系咩嘅身份嘅。有方同学喺呢个思想之下，佢哋可能会培养，就正做到我方所讲，培养对社会负责任行为，关怀社会。咁到底其实系咪有方同学哋睇唔到儒家思想，譬如四端或者五伦呢啲好嘅思想，就净系睇到阶级思想咧？所以想问方同学，今日你哋究竟系咪认为儒家就净系得呢个嘅阶级思想？究竟系咪净系你哋就系你哋觉得儒家思想系全部咧？多谢各位。甲方主辩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丁。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而家请甲方主辩进行回答。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咪？听得清楚嘅，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问我哋系咪儒家净系提倡阶级观念？但其实儒家嘅核心就系孝。喺《弟子规》入面提到，父母责须成诚，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追求功成名就。咁我想问下，有方同学，你喺边？你喺你講儒家喺邊個行？儒家好朋輩方面，你講儒家係朋輩最重要咧？多謝各位。台上發問環節結束，而家輪到甲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甲方第一副辩，请你进行发言。而家轮到甲方第一副辩嘅时间，请你立刻进行发言。是咪？是咪？听得清楚。系，是咪？是咪？听得清楚嘅，请你进行发言。可以。丁。各位大家好，有方咧今日咧论点一同我哋讲话咧，
佢話可以而家先至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嘅朋輩關係。其實咧，有方哥講咗咁耐咧，都係想講咧，儒家思想咧，佢喺人倫方面做得更加好。但係咧，今日我哋講人與人之間關係咧，唔單止係講緊朋輩嘅關係啊，係仲講緊咧甚至係話原來係尊係係家人之間，甚至可能係君臣之上司之間的關係。我們看到呢今天呢其實呢他的儒家思想呢他提出的人倫關係他重視什麼他重視孝他呢就跟我們說話呢他在那個順子君子篇裡指出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如果有人違反了禮法呢、就是等於犯上作亂甚至乎呢他在弟子規裡面提到呢父母責信須信誠即要求咧，只要絕對服從父母嘅時候，點解呢個係正確嘅人與倫、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甚至乎，其實今日有方咧由頭到尾都冇講，冇論證清楚，點解咧朋輩關係對青少年一定咁重要咧？甚至乎咧論有我哋咧睇下咧用道家思想同埋儒家思想。生活的阿道和阿瑜他兩個人都煩惱找工而且非常喜歡畫畫但是阿瑜身邊人跟他說做金融雖然很辛苦但 是可以賺到更多錢所以他就去了做金融了但其實他不喜歡份工的時候相反阿道認為生活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他就跟從自己的內心去了做畫家享受生活可見相比於儒家追逐金錢名利與道家思想提倡的生活提倡的效率享受生活就可以更加減少到壓力。第二，有方咧同我哋講話咧，佢呢個儒家思想可以推動到社會發展啊，因為佢話可以增加呢個公民嘅意識，係對一個回報社會嘅意識。但係咧，點解回報社會咧就一定係青少年嘅責任咧？就話乎今日辯題講緊嘅係婆姐更加適合青少年啊嘛，唔係適合咁社會發展喎。有方咧，你唔可以論證咗儒家思想就等同於論證咗社會發展係唔可以論證咗社會發展就等於論證咗辯題。再退一步嚟講，儒家思想咧佢太過入世啊！老子文化協會會長曾鳳輝就指出，大學嘅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原本意思係要學習禮儀，接受教法，革除自己嘅叛逆思想，令自己可以入朝為官，為社會作出貢獻。而比利時雜誌社對全國老人做的調查結果顯示，七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後悔選錯職業，當中六成半表示年輕跟隨父母意願選擇工作，但他們沒有思考這份工作到底是否真的適合自己，甚至有人因為性格和工作不符合一星期就被炒了。如果在道家思想之下，他就獨立的思想懂得怎樣判斷適不適合自己，也不少人生後事。多謝各位。甲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三分十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而家有请乙方第一副辩发言，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咪？是咪？听得清楚？可以。叮。可以。叮。主席、评判在位，大家好。其实咧，有啱先有帮我哋开辩位置，提出标准。今日佢哋嘅衡量辯題標準是什麼？就是說要解決原來現今青少年的問題，但其實呢他們由兩個位置都沒有清楚指明今天究竟道家思想解決了什麼青少年的問題呢。他們所說的解決標準可能就是說，就是根據他們的判斷，就是說可能他們會選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或者做到自己喜歡的東西。那他們的標準就是怎樣才為之解決，和解決一個什麼地步呢？其次就是今天有方同學處事應世，其實不只是包括解決問題，例如我方所說的七個應世處世範疇裡面，跟不同年齡的人去建立關係，就是人際關係，這些你又覺得是不用做呢？其次呢，其實今天方我所提出的兩個觀點呢，他們就主要就是引用了莊子的理論，但其實他們的思想呢是解釋得不夠完整的，那就由我方來補充了。莊子就是莊子內篇的齊物論，分別提出過環中和無為這兩個概念，前者呢就是指不持有任何立場，後者就是指順應事然事物的自然規律，排斥不必要的行為和反對強壯妄為。先講前者，假如清朝今天是沒有任何立場的，就好像有方我們所說工作和中意和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兴趣的时候，究竟他们要怎样选择呢？其实有方我根本就确保不到他们一定会选到可能你们觉得是想要的方向，或者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向的。去到社会又会怎样呢？如果青少年没有立场，就好像香港近年政治事件频生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长期保持政治中立，没有动力和没有意愿去做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出现政治冷感等等的不良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如果處事現實正是信應事物的自然規律，就會點咧？就以後可能我哋所講嘅例子，譬如揀科揀大學嗰啲正係信應事物嘅自然規律，咁可能點？可能佢哋唔跟成績揀啦，可能唔跟自己意願揀啦，就會跟住社會可能嘅大趨勢或者其他朋友嘅意見去揀啦。呢啲情況之下，又係咪有可能我哋落見咧？其次就係即使係其餘嘅七個發展嘅範疇咧，其實都會增加相應嘅難度。例如佢哋本身學習同埋準備就業，會因為順應呢個嘅自然而冇計劃啦，亦都唔會自己刻意追求獨立。而其實咧，有可能我見兩個位置咧，都其實主要係講咗莊子啦，佢就冇提過另一個道家嘅重要人物就係老子啦。老子咧其實就係認為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意思咧就係雞同埋狗嘅叫聲，雖然大家都聽得到，但百姓從生到死其實都係會互相往來。这个版古代固然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摆在现在就是即使我们相距不远，但依然是不会互相联系，明显就不是提倡有道，甚至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之下，经历同一件事都不愿意出这个分力。今天有分同学就完全没有交代，其实今天他们理想心目中的、这个香港青少年处现世最理想的形象应该是怎样。相反我方就讲了，他们是要积极有和要奉献社会。而去到儒家思想的那個位置，其實今天有方完全都搞不清，不斷強調就是階級思想、貧富帶來失，你看不到儒家思想的全部就斷章取義呢？例如孟子講過取諸人善，施與人為善者，故君子莫大與人為善，意思就是學習他人的優點來提升自己善良的品德，幫助他人行善。而有道德的人呢，最優秀的特徵就是幫助天下行善。至於天下百姓行善這個方式，其實反現代根本就是受時空限制，就不好像方我們所講的這麼多限制的情況之下。究竟今日儒家你哋认唔认为要帮助社会上其他人培养对社会负责嘅行为咧？多谢各位。粤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9秒，冇超时，无需扣分。而家请甲方第二副辩发言，你有3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准备好，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质疑我方标准，他跟我们说，他问我们想怎样解决现今青少年所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需要解决到什么地步。但主编都跟你们说了，我们想要的是现在青少年学习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接着不会盲目去遵从父母给他们的意见，可以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例如是不盲目跟从父母的意愿去选择一些可能、父母觉得赚钱賺錢、安穩的工作，而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有方跟我們說、我們都確保不到這班青少年的確是選擇到自己喜歡做的事，但今天我們講的是從來都是要改變他們的思維嘛。現在的青少年就是覺得父母、需要順從父母的意見，現在的父母就是覺得、我現在給了意見你，你就一定要聽我講的話。但我們看到是如果因為他們學習了道家思想之後，他們可能就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思考過之後再作判斷的時候，這件事就是道家思想改變到他們的地方，而不是一定要確保他們可以選擇到，而是要他們懂得去選擇咯。再者有方跟我們說，現在道家思想可能會令這班青少年變成政治中立或者是政治冷感，但今天道家思想從來都不是說完全不理社會上的事情，我們說的順其自然，根據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白溪指出，道家的順其自然並不是一些消極的態度，而是不要為自己定立一些難以實現的目標，不要強迫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再者，我們想問有方同學的是，如果你覺得現在的青少年是政治冷感，很多人都政治中立的話，不如有方同我們講一下，究竟這一班青少年可以做些什麼去逆轉這個社會的狀態？是不是有方同學要他們呢可能要去強迫自己去做一些可以改變到這個社會的事情？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我們道家思想所提倡的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做出自己可以對社會改變社會的事情，而不是強迫自己做不到。再者，今天有方講足整場只是跟我們論證，其實儒家只是跟我們說，其實我們只是看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壞的地方，看不到它的好處。但今天學習一個思想從來都不是學一些不學一些，我們會整個思想都學習，
一方就是看儒家思想比较优胜的部分，但从来就不看入面错误的价值观。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存在在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入面，一方是不是觉得仁义礼智信通通都不需要学呢？对于青少年投身自己喜欢的行业而不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觉得就安稳赚到钱的医生、律师、金融行业，有方咪觉得这帮人做错了？是不是觉得他们应该继续被守旧的价值观捆绑而不去追梦呢？其实今天有方台上答案都很多的，多谢大家。甲方第二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1秒，无超时，无需扣分。现在有请粤方第二副辩发言，你有3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们先纠正友方同学，你们一直没有回应到，其实我们儒家根本不至于功成名就，你们没有正面回应过我们，我们其实都有一直这样对比过双方。道家和儒家背后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再者回应友方同学所说的独立思考，其实如果是真正你父母逼你的话，你有独立思考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无论是哪个都解决不到。独立思考它包含什么呢？它到底包含什么？友方同学都没说过，而且儒家都有讲过，如果真的家长逼你的话，不合理的要求其实你是可以不去做的。我们是孝，但是不是儒孝。我方主辩都有比较过儒家两位的思想，前两者的思想比较适合现今青少年，而最后一个比较的儒家人物就是荀子，他在劝学里面提出学不可以己，即是应该要终身学习，因为学习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息，要将学习变成习惯才可以不断进步，不是代表说儒家一定是要学习什么律师、医生才可以赚钱，才可以功成名就，你都可以追随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你有明确目标，你肯一心一意坚持到底去学习，那就是儒家的思想，是不断学习永无止境，要将学习变成习惯才可以不断进步。而且荀子的主张就是劝导青少年要不停学习知识，除了提升到学业成绩，可以增值到自己，更加为日后投身社会做好准备。反观庄子就完全不同，庄子来篇养生主第3提到，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无涯，以有涯除无涯殆矣。意思即是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知识必定是徒劳，对于思想未成熟的青少年就解读成追随不到，那就不如不好学。最初可能只是令青少年学习懒散，但慢慢就变成不愿意学习，会牵连到他们的就业准备，还会对社会造成错误的价值观，根本就学不到足够的知识和技能，那又怎样去社会服务，去对社会负责？那当社会出现一批这样的青少年，那又怎样处事应世呢？而老子其实都有相同的观念，在《道德经》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即是老子反对知识对世，认知世界有限，应该要用心灵去感受宇宙。但我作为一位香港的青少年，其实如果在没有任何生物物理知识的底下，我可能连太阳是什么，我连生存都解决不到，我怎样去顾及去用心灵感受宇宙呢？根本就很抽象。最后想问翻友方同学，唔通你觉得唔需要一直学习去警醒自己，单纯用心灵就可以感受到知识吗？咁其实我哋今日都冇必要喺呢度讨论啦。多谢各位。粤方第二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7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而家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先由甲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员向粤方的台上辩员发问，甲方无权指定回答者，粤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员回应。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台上准备1分钟，回答1分钟。同样，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丁的提示，之后由粤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员向甲方台上辩员发问，发问时间同上，双方各有2次台下发问的机会，而2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的辩员提出。台下发问环节现在正式开始，请甲方先派出一位辩员作第1条的台下发问。
是咪，使唔使听得清楚？听得清楚，你有一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话咧，瑜伽有好多唔同嘅思想，我方唔应该净系集中讨论，正正见到作为瑜伽思想一部分嘅阶级观念盲目服从，的而且确唔适合青少年处事应世。只不过他仲想睇其他思想，我方就同你比较。今日咧，有方错误理解道家思想啊，我方见到普遍社会对呢句说话嘅理解咧，道家提倡嘅君子之交淡如水，讲紧系朋辈之间关系亲密之余，仲好似水咁平淡，唔会渗入任何嘅杂质同埋利益。请问游方是根据乜嘢学者、乜嘢经典嘅分析，得出道家唔重视朋辈关系、希望人际关系疏离嘅结论呢？多谢各位。月方准备时间一分钟，定。丁，是咪？丁，准备时间结束，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同我咧就问我哋点样企主辩稿嚟得出君子之交淡如水嘅见解，就是、我方所讲嘅见解。但系其实咧，咁同我呢、这个正正就系今日道家思想套用喺青少年之下会出得出嚟结果。道家思想对比儒家思想，其实系冇一个相对一致嘅标准或者固定嘅答案。其实今日呢啲嘅青少年得唔得出有方同我哋所讲嘅呢个道家见解，都系在于青少年自己本身领悟到啊，又或者佢哋参唔参透到。但我方就係睇到，其實無論係老子定係莊子都好，佢哋都係相對唔提倡有道嘅時候，咪就係得出呢個嘅結論咯。而有方同學咧又話我哋今日其實儒家咧都淨係重視階級思想，其實有方同學都係睇唔到儒家思想嘅全貌啦，就睇唔到啦。就例如我方所講，孔子啊、孟子同埋荀子啲學説，佢哋分別提倡叫人學習啦、識朋友，又或者係做對社會負責任嘅行為的時候，有方同學你哋有咪睇唔到呢啲咧？多謝各位。而家请粤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第一条嘅台下发问，你有一分钟嘅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咪？请问听唔听到？听得清楚。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要独立思考，儒家思想不是不鼓励独立思考，有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有能力判断对错，而儒家思想就是明确地跟青少年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不应该做。相反，道家只是说顺其自然，顺从周围环境。想问游方同学，青少年怎样在不学习的情况下做到独立作出正确的判断呢？多谢各位。甲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丁，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而家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员作台上答辩。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叮。在座各位大家好，所以今天有分论证辩题咧，就是基于一个逻辑，就系同我哋讲咧，儒家思想够浅白、够简单，明确咁样同你讲咩系啱、咩系错。但我哋今日睇一个思想咧，从来都唔系睇佢够唔够浅白、简单，而系睇佢够可唔可以帮助到青少年解决问题。就好似我哋唔会话三只小猪比《道德经》更加有深度，就系因为佢更加浅白、简单，更加能够帮助我哋唔會話佢更加有深度，更加幫助到青少年解決問題。再者有方義父同我哋講咧，其實咧儒家思想咧，其實儒家思想咧唔係我哋要去追求功成名就啊，但神同師就指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意思即係咧，所有行業都係低賤嘅，唯有讀書入市先係出路。難道呢一啲咧都唔追求緊功成名就咩？所以咧，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咧，其實咧，我哋作為一個香港嘅中學生咧，就應該去讀書啊。但我哋今日見到咧，奧運冠軍張家朗咧，其實咧，佢中三已經唔讀書去。丁丁發言時間結束，請你終止發言。而家請甲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第二條嘅台下發問。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甲方的台下辩员似乎未开麦。是麦是麦。听得清楚。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话儒家思想令青少年知道自己有责任去关注时局，但点解呢份责任呢份公民意识必然系好呢？佢哋要不断达至儒家思想嘅阶级观念，例如绝对服从上级指令，或者系学不可以已，成世人都唔可以停止学习，甚至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己未必有能力改变嘅社会问题都要揽埋上身。推崇儒家思想就系要不断反思自己有冇服从指令，对社会的贡献够不够，构成更大压力。相反，道家思想讲的独立思考是想清楚规条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先遵守，尽了力就不再逼自己，例如是以有涯除无涯，妥矣，就是讲青少年不要用有限的生命追寻无限的知识，而不是叫他们不要追寻知识。反问有方，承不承认儒家思想令青少年承受额外的压力，为什么这样是适合他们处事应世呢？多谢各位。粤方而家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丁。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听得清楚的，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先多谢有方同学提问。有方同学就问我哋，其实青少年系咪有责任去理解时事？其实我方答你系嘅，就正如有方同学你开辩所讲，呢啲譬如而家香港啦，资讯科技可能发达，佢啲时事每日都系日新月异嘅时候，青少年作为呢个嘅公民嘅一份子，佢哋咪正正有责任去理解呢啲时事，理解有方同学你都提到嘅呢一啲现况，呢啲咪就系对佢哋培养呢个嘅对社会负责行为，亦都系确立呢个正确嘅价值同埋道德观念咯。其次咧，其实今日有方同学就错误判断。佢就將公民意識咧就掛鈎到呢個階級，但係實有方我哋咁樣理解係錯嘅。就正如中國古代社會，例如呢個嘅士人可以有呢個嘅公民意識，你作為皇帝、作為大臣，你都可以有呢個嘅公民意識。當中其實有冇咧係同呢個階級咧冇必然掛鈎。正如現代社會，可能係一個普通嘅人，又或者係一個高官，都可以有公民意識嘅時候，有方我哋就唔好錯咁解讀啦。其次咧就係壓力嗰個位置，有方我就話咧。學習同埋參與啲社會活動咧，就可能會令到青少年本身就會有更大壓力。但係方同學咧，就忽略就淨係睇到現況，就係話如果佢哋做呢啲咧，就會有壓力針。但就冇同我哋解釋過，其實丁丁發言時間結束，請你立即終止發言。而家請粵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第二條嘅台下發問。
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学就话咧，喺儒家思想嘅情况之下，青少年就会盲目咁样跟从父母啦。首先，有方同学其实系假设咗所有嘅父母咧都要强迫啲子女系做一啲佢哋唔中意做嘅嘢嘅。但系首先呢个系唔啱嘅先啦。再者啦，就系、是、其实儒家思想唔系鼓励青少年去盲目跟从父母啦。孔子都有提到视父母机谏，系要自己去判断父母讲嘅有冇错啦。如果要有错嘅时候咧，系应该要婉转咁样去劝谏父母噶。想问翻有方同学啦，喺道家思想嘅情况之下，其实会唔会反而系佢哋唔理身边嘅人，而系净系理自己咧？多谢各位。甲方有一分钟嘅准备时间，丁。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也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员在台上答辩。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问我哋咧，佢话咧，道家思想咧系咪净系就系呢个利己主义，完全唔顾及其他人嘅意见？但系咧，其实咧，道家思想咧，并唔系青少，并唔系令青少年唔吸取其他人意见啦，即系咧，令青少年有独立嘅思考判断嘅能力。如果其他人嘅谂法系适合咧，青少年先采用，而唔系盲目咁样跟从唔适合嘅意见啊嘛。甚至乎咧，有方質疑我哋咧，有方話我哋咧冇論證過，佢話係咪所有家長都係一啲啲，佢話係咪都係一啲唔合理，會提出一啲唔合理意見？但係咧，主編同你講咗咧，喺2011年嘅時候，城市大學嘅研究指出，香港家長普遍會使用獨裁嘅管教方式，甚會強迫自己嘅子女接受自己嘅意見。多謝各位。甚至乎咧，今日咧有方頭先台下發問咧，其實咧佢冇回應我方。台下發問嘅，佢冇回應過咧，係咪會承認增加壓力？所以咧，其實有方咧都承認咗咧，佢咧的確係。丁丁發言時間結束。好，而家係結辯嘅環節，雙方嘅結辯有一分鐘嘅時間準備。丁。准备时间结束，也先请粤方的主辩作结。你有四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是咪？听得清楚？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辩题中的关键字眼咧就是香港青少年。我咧就正正是一位香港青少年啦。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又要做功课啦，我又要跟人打交道啦，其实我还要做义工啦，我是非常之忙的。我在我眼中呢，瑜伽和道家思想是没什么分别啫，都是不同的人提出。肉其实现实生活中用哪一套思想都生存得到的啦，何必这么执着呢？而且我本身就偏帮道家的，我认为世界大事和社会大事都由不得我改变，为什么又去理会呢？顺其自然啦，想点就点。但是呢，经过了一套的，但是我而我都认为瑜伽思想只不过是一个老旧的学说，已经不合时宜了。但经过去一番了解之后呢，我有了不同的想法。瑜伽的精神呢，就有一个很积极的入世的思想，而且它有一套很完善的善恶的标准，去教你怎样做一个君子。道家呢，就教你怎样进一个逍遥的状态。想深一层，如果古代到现在都是用道家思想，又是会怎样呢？有方同学呢，今天的比较呢是非常之不公平。有方只是说呢，到底儒家成为道家思想哪一个有利于香港的青少年，但怎样为之有利呢？而且有方对道家和儒家认识是非常之浅白的。他们有方只是认为儒家只是重视孝道和阶级制度。但是呢，我方就跟你说儒家呢有四端啦、五伦这些东西，但有方同学完全见不到的。而我方的标准也都非常之好啦，这七大处事范畴哪个家派符合多一点，就是哪个对青少年好一点。所以呢，我方去用不同人的思想去跟道家的不同人去比较，我方就深入得很多。而且今天有方同学是非常之死板的，他们只是学习到的道理呢，就认为就一定要盲目跟随个道理，但是他们没有用学习到道理背后的思想而去融入生活之中的。有方同学今天给个论证要求呢，其实都是非常之奇怪。有方是一步又问我们，为什么社会发展就等于论证了处事认识呢？首先你处事认识里面一定要跟社会接触的嘛，那培养一个对贡献社会的思想其实都是好的。而且有方同学又问，为什么一定要识朋友？首先朋辈影响对青少年发展有很大的，而且呢道家儒家思想里面识到坏朋友呢，他就可以知道到底哪个坏朋友而去不同的交朋友。但道家思想里面识到坏朋友呢，就我觉得无所谓，继续识朋友咯，识到啲坏朋友慢慢咁改变咗自己。有方同学，其实社会是非常之重要的，社会的根本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每个人呢，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去理会个社会，那其实是非常之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只不过原地徘徊，那就好似咁就冇可能冇我哋而家咁先进嘅社会。社会进步嘅根本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嘅交流，人就是一个齿轮。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每个齿轮这样去转动呢，就形成一个结构，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人和人不去交流，就永远形成不一个社会。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作为中国主流思想这么多年，其实有它的原因。因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道家思想所讲的世界，一个无欲无求的乌托邦。多谢各位。一方结辩发言时间为3分25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而家有请甲方的结辩作结，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冰。主席、评判在各位，大家好。追溯翻历史，创立道家思想的老子放弃了做官，选择了适合他的隐居生活，从此开始享受他的生活。老子的道家思想可以令香港青少年不要那么看重名利欲望，选择适合他们的道路，解决普遍香港青少年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压力过大的问题。来到结辩，用3条问题总结全场。一，道家思想是不是令青少年和朋辈关系疏离？首先，台上发问环节，有方已经承认了君子之间淡如水不是代表道家思想不重视人际关系，可见道家思想并没有提倡青少年和朋辈关系疏离，有方论点一不成立。第二，要令青少年有公民责任，哪个思想更加优胜？首先，台上发问环节讲了儒家思想过分入世，要如身做他们做不到的事，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要他们遵从阶级观念入朝做官，为社会作出贡献，有方通通都承认，可见道家比儒家更优胜的是不会叫青少年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儒
瑜伽思想提出的方法令青少年出路单一，令青少年无办法将他们的能力用得其所，既不能够尽力贡献社会，还令到他们压力越来越大。其实青少年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找适合的工作，做艺术家、明星、娱乐大众，同样能够贡献社会。道家思想令香港青少年贡献社会之余，还可以享受生活，更适合处世应试。三、瑜伽思想能否令青少年有独立思考？其实今日有方都认同青少年是应该有独立思考的，即觉得瑜伽思想不是盲目遵从阶级观念。但弟子规入面提到父母责须信诚，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而劳资文化协会会长曹鸿辉亦都指出，瑜伽思想提倡上尊下卑的礼制，可见瑜伽思想令青少年只可以服从上级，父母令他们没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同时令他们压力越来越大，无助他们解决现今面对的问题，并不适合香港青少年处世应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文章，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提倡子为父隐，父为子恩，意思是父亲要为儿子隐瞒，儿子要为父亲隐瞒的规条，完全违背了法治精神。但瑜伽思想提出，只要不符合他所谓的道德规条，就要教化。而古人正是因为遵从瑜伽思想，令他们没有独立思考，没办法判断是否所有的道德规条是合理，只可以盲目跟从。相反，道家思想提倡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经过判断才决定做不做。现今的香港社会的思想正向更开放的方向发展，青少年开始会思考父母教科书的东西不一定是对，懂得去明辨是非。但有方同学就想社会退步，用回被社会淘汰守旧的思想，令青少年和现今社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由此可见，我方辩题理应成立。多谢各位。加科结辩发言时间为3分04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比赛告一段落，请大家稍等一下。提醒评判，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的。在揀出三位最佳辩论员之后，分别给予分数，最佳的话位比3分，其次2分，剩下一位比1分。现在我们先有请评判为今场的赛事比评语，我们先邀请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麦青南小姐作出评语。Hey, 大家好，早晨啦，多谢赛会邀请我嚟做评判咁样。咁啊，首先我讲一讲咧，大体上，因为我本人其实咧，我中文唔系好好，都从来冇读过中国文学。咁咧，中学嘅时候咧，因为我比较读啲偏英文嘅中学啦，其实我自己并唔系本身真系对于话儒家或者道家嘅思想咧有一个非常之深入嘅了解嗰头咁样讲，都系老师逼我背文言文嘅时候咧，我睇嘅。咁我大概可能讲一讲咧，就系、是、可能雙方的論證同我諗可能好似我咁樣所謂嘅一個即係唔係特別識中文嘅普通人啦，對於道家同埋儒家嘅理解係點樣？然之後再去講一講雙方嘅主線，因為我都相信即係後面嗰位評判都可以教到大家好多嘅嘢嘅。咁啊，喺我嘅角度咧，我高中嘅時候對於道家咧，我就覺得相對於儒家嚟講咧係比較难去拿捏嘅，坦白咁样讲，因为儒家佢会话俾你听有一啲好明确嘅对同错噶嘛，系嘛？例如我听过咧，课文有啲例子系话，哦，你喺路上面见到个朋友咧，你一定要向佢鞠躬咁样嘅，即系类似啲咁样嘅。但至少佢会有一啲嘅礼数，佢话俾你听，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质上做起上嚟咧，应该系点样咧，系嘛？例如佢会同你讲，嗱咧，未嫁人之前咧就要除你阿爸啦，嫁咗人之后就除你老豆啦，啊就除你老公啦，跟住然之后你老公过咗身就除你个仔，至少佢会有啲嘅规范咧，佢话俾你听咧，究竟系应该系点样嘅？咁道家咧，其实佢个感觉就佢就会同你讲，就系话，总之就顺其自然咯，系咪咁？咁系咯，咁即系咁即系点咧？即系我的而且确觉得呢样嘢对于可能冇话青少年咧，就我相信有好多人喺人世间，其实都未必真系做到，为对任何都咁随遇而安啊，咁坦然嘅。咁而今日咧，我觉得双方咧讲话儒家同道家，首先我讲话甲方啦。咁甲方讲话道家比较重要，我个人认为甲方最大嘅困难，或者可能其实喺成场嘅比赛入面咧，可能比粤方问得最多，其实正正就是咁，究竟道家是信奉啲乜嘢咧？系嘛？因为 OK， 即系我明白你主辩入面有讲到啲论点啊等等嗰啲咁样嘅嘢，咁但系我会觉得嘅系咧，你比较相对系讲咗
儒家的不好，例如你觉得哦，儒家就过分地追求建功立业，令人就放弃梦想，是不是一切就向钱看，例如就会做金融了，哎，我就做金融了，我就是那些人了。然后呢，论点二呢，就说儒家就不可以叛逆那个阶级的观念的。但是我又很难听到就说 OK， 即是你道家入面你就觉得有些东西是错，但是究竟什么是对的，还是你觉得不是错的就是对的，即是这件事其实是有一点confuse 了我成长的。而我坦白讲也没有特别觉得就是说在副辩道是有梳理得很清楚的这件事。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是对正方的，如果你讲主线，即是我不讲一些单独的博啊，或者数据上面，或者资料上面的运用，这个就会是我的感觉。那在反主道呢，粤方的主辩啦，那你们就有讲到就是说道家和儒家的不同咁样，咁你就话哦，儒家入面咧，可能规范比较清晰，而佢嘅人伦关系咧，其实佢都系牵涉唔同嘅方面嘅。嗱，咁但系坦白讲咧，我就唔知道系咪粤方嘅策略，你特登去避一啲，例如话喺前场啦，啲君臣啊，或者父母啊，或者系夫妇呢啲咁嘅关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正方都正方甲方都博得啱嘅，就系话好似都比较 focus 喺贫辈方面嘅呢个关系，咁系啦，咁啊。至於如果你話真係實質上論點上面嘅推進啊，又或者係資料上面嘅運用咧，咁我諗我可以交俾後面嗰位評判去講啦。咁呢個就係我少少對於大家嗰個主線嘅見解，或者係個感覺啦，即係從一個評判嘅角度。咁再一次多謝草嘅邀請，希望幫到大家。好多谢麦千南小姐为你作出的评语。而家我哋有请盛世提版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周文林老师为你作出评语。系，咁都好多谢蔡会邀请我嚟做今日嘅评判啦。相对嚟讲咧，我自己学校收到呢条辩题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都系觉得惊惊地嘅，因为始终正如反方同学粤方同学话斋啦，无论儒家又好，道家又好，其实都系非常之博大精深嘅。咁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学派啦，甚至乎你话可能儒家里面嘅净系荀子同埋孔孟，咁佢哋都有人就觉得人性本善，有人觉得人性本恶。咁道家都系啦，可能老子和庄子之间，它本身有一些学说都是会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甚至可能有矛盾，所以要在一场的辩论里面要去处理的而且确是有困难的。无论是你想将它整合来到讨论，定是还是逐个逐个比较来讨论，其实在一个短赛制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见到两边的同学其实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去找了很多的资料去到做一个的论证，但是同时有些地方我听下去都觉得有一点奇怪或者有一点偶意的地方。譬如说我先讲了粤方先。粤方全场其实都有好几次反驳的方法，就是说今天有方同学他去跟我们讨论瑜伽的时候，他只是看到瑜伽就是会阶级观念会很差，他完全看不到他的好处的。这些这样的讲法其实我觉得讲一两次都 OK， 但是全场是这样强调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我会觉得太多了，因为始终在这么短的赛制里面，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要去做立论又要去反驳对方，那你很难或真的很完整都讨论完整个学说的。是的，那另外呢就是都是反方的一个问题，去引用一些的儒家又好，一些道家的思想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那一句的语例是不是真的讲得对。譬如粤方自己找出来的一句应该是学不可以已，但是记得刚才同学是很明显讲了是学不可以己的，那这一下是有少少硬意的，那理论上个已是不可以停止这样的意思，那所以后来又被甲方的同学 pick 一番，那他用一个对的版本讲出来，那那下就会有少少尴尬的。那所以这些位置尤其是自己那边你提出来的一些语例，那就最好真的找清楚他那个意思，真的明白了，然后还有你要确保你真的懂得读啱咁样先至讲出嚟，咁会比较好啦。另外就系讲紧话，反方同学都有提过啦，就系话，去到后场比较强调嘅一个位啊，就系话，因为呢一个嘅道家佢讲出嚟嘅嘢咧就比较抽象啲，佢讲出嚟嘅嘢咧有时比较难明啲嘅，咁所以咧青少年一般嚟讲可能好容易会误解嘅咁。咁但系我本身就觉得，咁其实如果容易
解的話，咁瑜伽裡面都可能有一啲嘅 quotes 都可能係比較難嘅喎。咁係咪話容易有人誤解，或者可能有人誤解嘅時候，就代表嗰個學説唔係一個值得學習嘅一個學説咧？咁呢一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值得思考嘅問題嚟嘅。咁後尾正方同學都有去到反駁啦，就講到話如果你係講緊嗰樣嘢係簡單淺白就好嘅，咁三隻小豬都一定好好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呢一個位我聽落去係一個都幾有趣的一個反駁嚟嘅，我聽完之後會覺得有印象，同埋我都覺得咦係喎，都合理喎咁樣啦。咁講咗幾樣反方嘅嘢啦，再講翻正方啦。正方今日咧，我覺得有一個位可以再做有兩個位啦，可以再做好少少嘅。第一就係咧反方同學都有好幾次其實就會講到話今日其實瑜伽咧佢就需要我哋去學習啦，學習完啦，我哋知道咩係啱咩係錯，咁我哋先至可以發展我哋嗰個批判思考嘅能力。咁但係很多時其實粵方的同學咧，佢就又會有少少好似想屈咗道家就等於係建議你完全唔讀書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甲方可以就呢一樣嘢再做多翻少少嘅嗰個嘅防守，多翻少少嘅解説。其實道家唔代表佢係贊成你完全唔讀書啊，乜都唔學咁樣，好似成個文盲咁行出嚟就 O K。咁其實唔係咁樣咯。係啦。咁另外一樣，我覺得甲方可以做好少少嘅就係咧，今日其實兩邊都講咗好多嘅語例啊，譬如你哋會引用孔孟啊，引用一啲嘅莊子啊、老子啊等等。咁但係咧，去將佢楞翻，因為始終我哋個辯題係講緊話適唔適合現今嘅青少年應試處世啊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可以楞翻到多啲而家社會上面嘅一個現象啦，而家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去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咁而今日嘅過程裏面啦，譬如我聽到甲方講咗好多次就話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會有好多嘅社會壓力啦，佢哋成日都會跟住爸爸媽媽叫佢哋做咩去到做啦，咁佢哋冇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咁我會期望聽多啲有冇啲例子，就係佢哋可以打破咗呢個框框，佢哋可以自己發展自己嘅嗰個嘅思考啦，佢哋可以跟自己嘅嗰、那個兴趣跟自己的爱好去到发展的时候，最后有些好的结果呢，譬如你们之后有提到的一个张家朗，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的。那其实是应该可以摆多一些这些的例子，还有在前场这些地方已经，譬如说副辩稿的论述已经可以将它摆出来，而不是可能去到譬如说一些后场一些，甚至乎台下人家问到的位置才讲，那会比较可惜一点了。是，那今天暂时讲了这么多先。好多謝周文林老師為我哋講嘅評語，咁最後就到我啦，咁我同大家簡單講一講啦。咁我覺得今場比賽咧的而且確咧，道家天然係有少少劣勢嘅，咁都大家好清楚，即係佢嗰一套啊，聽落去又唔係特別好聽，咁成日好似唔知叫你做啲咩咁樣。咁咧，但係我跟我天都係跟道家嘅，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呢一樣嘢。但係咧，今日甲方咧，我覺得相對起呢個劣勢咧，但你處理條主線的方式咧係爭咁少少嘅，因為其實你一開始講會開咗一個即係講話兩樣嘢啦，一係去慢慢享受人生咁樣啦。咁其實對於青少年嚟講，你一直你用享受人生嘅呢個 term 咧，我覺得喺今日條辯題上面對你嚟講其實唔係特別有利嘅，因為而家講嘅係要面對社會啊嘛。結果你一嚟就享受人生，咁我覺得反而會第一句就聽你即係第一個 point 就已經係呢一個咧，會令到我少少疑問就係、是。你是不是真的想青少年步入社会的？那我觉得今天双方其实在辩题里面都甩了一点点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对于在现今香港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理解，或者没讲得那么多的。其实甲方在这一方面都叫相对多一点的，例如他会有那些家长啊用一些独裁式的管制这样。但是对于粤方来说呢，冇錯，青少年嗰一度咧係冇問題嘅，冇甩到嘅，即係會講話咩要啲咩朋輩關係啊，咁樣都好正常啫。嚟緊青少年嘅階段，你要開始建立你嘅圈子。但係對於香港嘅嗰一 part 咧，似乎就有少少甩咗啦。所以之後會有啲問題問，係咪香港全即係係咪全部家長都會咁樣做啊？但係人哋一開始就掉完呢個數據，不特止，而我相信照大家嘅親身感受同埋對香港嘅理解，家長管制比較強的這一件事呢，都是相對大家會暗底認的一件事來的。所以我覺得你挑戰的時候呢，你都要摸索一下現在香港的情況先再作出你的挑戰。所以剛才這個 webpage 覺得很好的，就是你一開始掉出來
冇问题啊，你应付一下，因为一开始你面对呢一个情况，我相信你都会觉得呢个系你自己嘅一个劣势啦。但系若然我相信越方你准备辩题嘅时候，都会有心理准备，对于压力啊，对于家长管制呢一方面咧，你哋系会持续地受到攻击嘅话咧，你哋我觉得你事前就要准备一下呢一类嘅说法。而双方对于现今香港都比较少讲嘢嘅原因同埋产生出嚟嘅后果咧，就系我觉得今场大家嘅分野唔大嘅，即系大家会好泥沼地纠缠一啲，就会啊，我讲我道家好，跟住对面就会话啊，唔系你道家呢一度系唔好嘅，明明你道家有啲自相矛盾嘅讲法，跟住就讲我儒家点好，跟住甲方咧就会好自然地用翻一样嘅打法打翻转头。咁但系 keep 住咁样来回嘅情况底下，我就会期待会唔会一个人可以跳高一层，同我讲一讲，其实啊有矛盾又点咧？其实双方都一定有啲矛盾嘅讲法，而家睇你点样理解啊嘛。又或者会不会有人跳过一层跟我讲话，到底哪一样东西才是现今香港人青少年真正需要的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即两个学说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学说，都一定是对青少年有些好处的，如果不是就被人淘汰了。但是为什么这两个学说会可以流传下来，并且都有些支持者，就是因为两个都一定有些好处的嘛。所以相对起你不停地提它的好处，我会更加想知道这些好处为什么这么重要咯，有些什么东西会令到你这个好处比对方的好处更强咯。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比赛里面，双方呢对于辩题里面甩了这个字眼，导致的结果呢就会双方很泥沼式地打，就会不停地觉得甲方就会说我们儒家阶级，跟乙方就会说我都不是只得阶级的，你还有其他的。那 我都很清楚两个学说这么大，你一定有位走。那但是双方都选择用这个走的方式来逃避了全场的话呢，那就会令到我觉得今日场辩论比赛就比较少的推进。那这个就是我大致的评语了。那好啊，就到大家最紧张的赛果环节了。今天的比赛结果呢就已经出来，也首先由我宣布赛果。首先是最佳辩论员的奖项。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乙方第一副辩林卓谦同学。至于今天的赛果，正方得票两票，反方得票一票。换句话说，今天胜出比赛的一方是甲方加洛萨书院。恭喜晒甲方的同学，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多谢大家，也都麻烦评判的评语了。